音乐会的彩排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繁琐的一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一个是对钢琴的一个适应，因为每个场地的钢琴都是不一样的。还是特别重啊，对，比正常的重多了，应该重不好吧？我这样被测试出来，我觉得好重。就是计算机里面是还好，键盘那个是那个参与。是因为那个潮湿造成的，潮湿就是什么潮湿，就膨胀是吧？膨胀对，它整个都。然后那边多一克的话，真的会多4克。哇！一个是可能会找一下钢琴具体摆放的位置，还有就是钢琴的这个因为每台钢琴都不一样，可能要根据钢琴做一些自己演奏上的这个调整。把这个轮子转一下，那两边不能。转到哪边？往左。好，行。这样吗？还有剧场的这个音响效果啦，灯光啦，整个环境啊等等，它都会对演奏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吧。上，先试一下灯光吧，试一下那个演出光。现在是65。对，把那个就是把那个场灯关了。老师关上什么？对，然后把这个光再减弱一点。这个光可以，因为还有就可能因为是，剧场的回音的这个音响效果，因为都是自然的这种音效，在剧场这种夜听的话，那就可能有些地方的回音可能大一些，有些地方回音小一些，那你在演奏的强弱轻重这个上面都会去做一些对这个音乐厅比较适合的演奏。拜拜。
好了。非常的。累吗？啊，今天累，发烧了，虚脱了，但搞，但是弄完了，还不错。最近大家都很关心你的衣服是不是破了。哦，这衣服啊，因为这里，因为基本上燕尾服这个位置它都会有一个小口，可能是因为散热或者这样的原因吧，所以说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这样会抬手会比较方便吧，因为这里这个位置一般都会做的稍微松弛一点，因为会动来动去的。好，行，谢谢。